Place 万旦墨，简称万多墨商场，在卡塔尔新的城市卢塞尔市的新转地带，将是卡塔尔最豪华的商业区。在马里拉海滨公园的一侧，可以为当地的居民和游客提供购物和多种娱乐。万多姆商业区直接围绕着大海而建，是卡塔尔第一家和海挂钩的商业区。游客可以乘车、地铁，甚至从海上而来，是一个海上露天广场。咖啡馆和餐厅可以俯瞰海面。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卡塔尔里亚尔，于2014年3月17日破土动工，受巴黎高端的购物的启发，该建筑自在辐射豪华和奢侈，同时传达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感觉，为卡塔尔独特的购物体验奠定基调。目前仍在建设。今天下午我来了，但是它还没有开业，原定是2022年1月份开业，然后推迟到4月中旬，但是我们今天是4月19号，通知还在建设之中，还无法正式营业。它有一条从海上直接通往商场的运河，我们期待着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张。如果近期有从中国来卡塔尔的游客，可以先到这个商场先睹为快。